他就说我碰着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讹人咋讹呀？你讹警察呀？你讹点别人啥的，你别讹警察呀！我一天挣的比你挣的多呢，起来走吧。原来警察碰上碰瓷的也会有理说不清。只见大爷把腿伸进警车底下，一副任我行无赖的样子，不管这位警察怎么说他就是不肯走。哎，就讹上你了，你能拿我怎么地吧？那我也上班啊，我也上班啊，这你不让我走啊？我谁掏我啊？我今天还进了里边。那你在这躺着啊，你躺着让你走你说你不走，你往这躺，我看你谁给你挣了5块钱，你去拉活去吧。让你拉你就得了吧，你赶紧躺着凉着，没啥意思。你这老北京没这街，你跟他看咋的？看谁笑话呢？看你笑话还看我笑话啊？不是啊。你站起来说，你冷不冷？不是你在播，我不冷，啥东西吗？旁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多少台手机拍着，大爷不在乎，跟警察打着嘴仗，丝毫不肯示弱。最后啊，警察都急了。你现在来这跟我磨叽半天，你都拉活走了。我拉活，你不让我拉。那现在让你起来，你起来不？你